请问居士的大悲水应如何处理才入法？大悲水要有大悲心才会有感应，如果没有大慈悲心，每一天念大悲咒没有什么感应，那是有口无心。大悲咒决定要把自己的大慈悲心念出来，真正能够慈悲一切众生，然后你的大悲水就很灵验。所以念大悲水，有的念得很灵，有的不灵，道理在此地。没有大悲心呢，念的就不灵。具足大悲心，念的就有感应，有灵验。